你这是准备干嘛去啊？冬梅呀，老家的拆迁款下来了，有300万呢，我给你妹妹送过去。妈，这300万的拆迁款你都要给妹妹送过去啊？那您自己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不是还有积蓄吗？你们姐妹俩正好一人150万。妹妹结婚这么多年也没回来，我挺想她的，我正好过去看看她。哎，妈，这天这么热，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吧？不用了，柿子下来了，冰箱还有你一份呢。哎，那你路上慢点啊，妈。好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嘿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女儿呀，你都几年没回家了？这是妈自己种的柿子，小时候你最爱吃了。妈，快屋里坐。哎，这可是我新买的沙发，你要给我坐脏了，你得赔我一套。富贵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妈。香香，没事，妈站着就行。哎，妈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点饭啊。哎，香香，妈不太饿。哎，你刚才没听见吗？他说他不太饿。妈，坐了一天车了，累坏了吧？正好啊，这家里有个空房间，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出来，晚上啊住在这儿啊。走，滚蛋住！香香，你咋想的？他这么脏，待会把房间给我弄脏了，你洗啊。香香，没事，妈晚上睡沙发。沙发？沙发也不行。富贵儿，这个是我亲妈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爱谁谁，我告诉你，亲戚谁别想在这住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有事打电话，没事不要来找我。女儿呀，你都几年没回家了，妈想你，妈想过来看看你呀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。我走。等一下，把你这破柿子拿走。你是否常想起谁把你抚养大？妈，妈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？见到妹妹了吗？见到了。那你怎么没让她带你到处转一转玩一玩呀？别提了，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？150万我都给你，一分钱让她也捞不着。妈，妈，那个听说咱们老家那个拆迁款下来了。对呀，300万呢。300万？那你赶紧给我们呢。前两天我跟香香啊看上了一套大别墅，正好需要这个钱。钱呢我都给你姐了。她都开大公司了，当上大老板了，她还需要那点钱吗？钱是我自己的，我想给谁给谁。你小的时候家里的好吃好喝都给了你。你们姐妹俩考上大学，为了让你上大学，你姐她自动放弃了学业，进城打工挣钱供你上大学。你结婚后你城里的结婚房还是你姐给买的。你结婚这么多年都没回家看过，给家也不联系。我这次带着自己种的柿子进城看你们，你们还这么嫌弃我，连口水都不让我喝，还嫌我脏。我这衣服是旧不是脏，我挺很干净的。妈，妈你先别激动。香香，妹夫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这拆迁款呢一共有300万，给你们100万，给我100万，再给咱妈呢留100万养老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要是行的话呢，我这张卡里啊有100万，你们拿去吧。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呀？再说了，这老太婆还能活多久啊？啊，她能用得了那么多钱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呀
你至少得给我250万。你到底要不要？这钱谁孝顺我给谁。闺女走，我们回家。